这怎么用啊？这个躺上去，是平躺上去哦，还是侧躺啊？平躺，屁股、腰、背、头。屁股、腰、背、头哦，所以腰是在这上面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身背，这是头吗？对对对。那你就手打开，肩胛是悬空的，就会有背。那这个是有不同尺寸吗？还是都还是 OK？ 可是他是用的身高到，他写到180，嗯，哦，这么酷，这么酷，对啊，舒展棒，感觉蛮酷的，可以回去研究一下。